我的礼物呢？蛋糕不就是礼物吗？还要什么礼物啊？林欣桐，我可救了你好几次，你就拿个蛋糕打发我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要不你送我一个吻，就当做是我的礼物了，好吧？秦梦瑶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反正你也知道我喜欢你，我要什么脸呢？哎呀，啊！伤口是不是裂开了？啊，秦梦瑶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疼死你算了。生日快乐！林欣桐，我已经完成你的心愿了。那你之前没回答我的问题，是不是也应该回答我了？啊？你说你之前没考虑清楚，那你现在想清楚了吗？我以为我昨天晚上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。生日快乐。对不起，我后知后觉了。那我再说一次，我考虑清楚了，很清楚，就像当初你承认喜欢我一样，无比确定。谁又陪在身旁是一片空茫，只能用直觉去丈量。